前面。哎，他一个，怎么这么一个？他们走了。哦，那你，哦，等他说。哪里？不能。刚混的。对啊，你要从那个什么？哪里？请上麦。OK。这个很好用哦。要不要买一台？没有，我说这个袋子，刚好可以别人都买。OK， 大家都 OK 吗？等一下哦。等一下好。OK 好。我们看中间。这里哦。这边哦，我们看这里。幸存空间也是一个主牌，我们来讲一下这场比赛这个联赛的心得。我觉得就是很蛮遗憾的了，因为抓停局都各一把都有没有那个把握住的机会，对，所以其实后面再追的话就比较困难一点，对。然后因为其实在后场我跟教练其实都知道说，就是大家一三五就可以就是拿到银牌，但是我就说等他们先出去吧，然后就说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就是最后就是开137，就是想说就是奋力一举看看，对。然后我觉得能够翻起来，其实对我最近的状态来说，其实已经不错了。然后但是很可惜，最后没有举起来。然后对啊，就是很抱歉大家，就是到现场来看我比赛这样。然后对。铜牌做手，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最后一把，你刚刚有提到从130开到137，因为其实就像你说的，其实你可以稳稳拿银牌，但是大家全部观众都很感觉你很非常的很棒，因为挑战这个大家都有问你一下，可以帮我们聊一下那一把。我觉得最后一把就是，也许是最后一阶吧，所以就想说就是拼看看这样子，对啊，然后对啊，很可惜这样。但是我觉得我拿到铜牌也很开心啊，对，然后就是至少在这一届的59公斤量级里面，其实还是站得上颁奖台，然后也代表这阵子大家整个团队，然后还有大家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对。因为这一路走来啊，你的伤真的大家看你都很支持你，尤其你在里面有留下眼泪，这一路伤这样与伤共存拼到现在。可以帮我们谈谈这一路你的辛苦跟你的感受。我觉得就是冬奥之后吧，然后就是迷失蛮久了，对，然后大概2年多的时间，然后才开始回到比较正轨，对，回到正轨，然后开始训练这样，然后因为有那个中卫级教练高凯文教练有加入我们的训练团队，然后开始就是比较就是。回归到自己的那个轨道上，对。然后其实前期状态其实是一直都有慢慢进步的，然后一直到后来其实接近的时候又不小心就是有稍微弄到，对。然后其实那一阵子其实很纠结，因为你躺着不是，然后你趴着也不是，你坐着也不是，然后你连睡觉都是那种，就是我有时候讲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没办法体会到，因为是真的是就自己才会知道，对。然后不管是做什么动作，然后都会不舒服的。然后那时候觉得很焦虑，对。然后后来又开始慢慢做调整，然后比较保守在那边做治疗跟训练，然后成绩也慢慢的有恢复起来。所以其实对这场比赛在前一段的时候，其实。还信心是有回来的，对。然后这段备战也是就是很保守，然后就是用抓停的开把的目标在做训练这样子。然后其实这阵子其实也不错，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就很可惜是自己没有把握住抓举的第二把，然后还有停举的第一把这样子。然后我觉得竞技运动就是这样吧，就是。尤其是举重的6把，就6把的机会，然后你一把只要没有稍微没有跟上给大家，其实后面追的时候就会很困难这样。所以对啊，就还是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问题啊，对，就是没有把握住那个每次试举这样。所以对，
那接下来的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想法？这真的是你的奥运最后一届吗？嗯，也许是最后一届啊，因为你知道四年其实不容易。然后，嗯，对啊，所以最后吧，真的就是当做就是最后一届在举吧，对啊，对啊。变成全台湾观众都在为你加油，他们都希望你可以很好的继续这样再这么快乐下去。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支持你的观众说吗？我今天在就是选手介绍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哭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现场有那好多人来看，然后而且又不是说很近，就比如像上一届这样日本、这样法国，然后大家都从各个地方来现场为我加油。然后当然有很多人守在电视前面，就是看我比赛的，对，然后就是很感谢啦。就是虽然最后的结果没有那么的好，但是我觉得就是都有接收到大家的加油跟鼓励，感觉这样。但请问一下，你刚刚最后下台的时候有一个动作是请问一下那个舞台？对，因为我没有办法确定，就是真的是就是2028是否还可以站上这个舞台，所以就当作是最后一届吧。那因为还是连三届站上这个，还算是一个很台湾第一个高的树立高的一个障碍，所以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应该还是有不太一样的意义。我们希望给大家后进一些鼓励。确实连三届拿确实蛮不容易的，因为一个三届12年了，对，你花了12年都在这个，就是为了这个奥运奖台上这样。那我觉得我这个过程是，当然也很感谢很多人的支持，然后感谢团队这样子，大家分工合作一起，然后让我的身体其实虽然有伤，但是还是可以训练的状态下，然后一直前进这样，我觉得是很不容易，对啊。有没有想要？也很谢谢自己啦，其实。就是没有放弃吧，对啊，就是虽然说前一阵子迷失的时候，就有点一直在想说，到底这一届比完到底要怎么样，就是一直很没有很清楚的那种思绪这样子，对，但是还是很感谢他，就是很不容易。最想对一直这么努力的郭兴存说什么？就是很谢谢吧，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话语，就是陪伴你最久，然后每个晚上你不舒服的那种，就是那种过程，对，都是自己。在跟自己陪伴自己讲，然后对。最后一把的那个数就是137这个数字啊，是当下就决定说，就是对，因为抓举输2公斤嘛，对，所以我们要3公斤才会赢过，然后他134举起来就是137这样，对。当下就是觉得一定要朝这个金牌。我觉得就是把它当作最后一届再举嘛，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享受这样的舞台，然后当然就是跟家人说，就是不用管说现在是铜牌银牌，你就是要就是最后一举的，想要拼拼看。当下那时候在举的时候，有想说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办法，其实是没有想到这么多。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我不管的这样子，因为我腰伤是挺举用到的，所以其实在挺举的时候会比较有点就是害怕或说，然后但今天这一局就是想说不管了，反正痛就痛了，反正就是比完赛不痛就好了这样，所以就放开，直接放开自己这样。上场的身体状况是
还是会很明显。嗯，抓举还其实抓举做操都还行，然后挺举前面其实都还行，就是通常都挺举会到130以上就会开始有一些感觉，但是就是那种感觉因为已经跟你陪伴你很久了，所以你其实也不会说啊他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开始紧张，没有，就是完全就是在比赛的状态内这样子，就是反正就不管了。然后对啊，虽然说最近的状态其实比如说0535其实都还不错的，然后所以37是对我最近来说其实是算一个新的重量，对，所以就是130跳一层，其实我中间是因为我们一直要看对手怎么跳嘛，所以其实一直就是在那边等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就跟教练说没关系，就我们就压最后一把这样，然后就是不管上去就是反正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因为高凯文教练跟教练他们团队其实他们都知道我是有那种能力可以把这些重量举起来，但是就是看自己状态跟敢不敢做，对，所以我就最后一把就是不管了就放开来做这样，对，所以翻起来是还蛮开心的，但是就是后续的那些动作衔接节奏就没有那么好，对，所以就失败了。嗯，辛苦了，因为之前要看少带也是最后一名。那当然，慢慢的你也会开始去想，可能说以后不当选手后的生活有没有想说退休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我以现在来说，就是我觉得应该都蛮多都是想先休息一下子。对，那因为我们年底有世锦赛，所以目前还在看要不要去参赛这样。但我觉得其实应该还是会有训练，但是这现在这一个月两个月可能就会先休息，然后主要是我觉得还是要去检查腰的状态吧，对对对，我觉得这是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对对对，还是可以走得比较快的，就是刚刚大家都发现将军一直抱着腰的身后哦，那是我好像从哪一场比赛开始我就带了乖乖，我想说那个机器用放乖乖都会乖乖，那我带着乖乖比赛，然后而且我在今天比赛前我还特别去写了，我就说是用我的腰腿膝盖还有一切状态都能够乖乖，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下面说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啊，对，应该可以可以讲明白吗？不行，可以讲明白吗？你先讲好了。今天直接讲。你要免费业配啊。就是那时候好像我忘记是哪一场比赛回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台北，那时候还有隔离，就是隔离完之后，然后我跟我的体能训练师跟物理治疗师一起嘛，然后我们就去101走，然后就看到这个，因为它是罗盘。然后反正他就介绍得很好，他就我觉得是那种，因为我那时候有点迷失，所以他就讲罗盘，然后指引方向，然后就哦可以，你知道吗？但是因为他有点贵，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只买一个，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然后亚运比好的时候，我就要买另外一个，然后带着一起去奥运这样。然后后来亚运没有比好，然后亚运没有比好，然后。后来在泰国那场资格赛的机，就是要回来的机场，然后我们就去逛，我就说那我去看看有没有好了，就看，因为我想说要奥运了，要不要买一个，就是让他是一对的去比奥运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决定买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就是我觉得是那种指引方向，然后带给我好运这样子，对啊，所以我就带这个。你刚刚一直有在讲说冬奥的时候有迷失，可不可以讲一下说为什么会迷失？是因为说腰伤，还是说你觉得没有下一届的目标？其实因为腰伤很早就出现了，所以所以我可以说冬奥其实是真的蛮应该算蛮幸运的啦，对那个金牌，对，然后就是后来就开始休息之后休息，然后再恢复的时候那个腰伤的。就是就变得比较相对来说会比较严重一点，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做一些治疗啊什么什么的，对，然后反正就是接下来的没就是比赛就是没有办法都是很好的状态去面对这样，然后后来也决定就是团队决定说那就是我们先把资格奥运资格拿下，然后慢慢的去调身体状态这样子，对，然后是其实
也是一直很迷茫说，哦，现在的状态是怎样子，然后因为你知道很多新秀都出来了，然后也大概知道成绩会是多少，所以你就会一直很想说，啊，我现在抓这样提这样，那我要怎么去跟他们拼，然后啊，就是很多那种负面的想法吧，对，然后一直到后来就是高嘉恩进来加入我们的团队的时候，就是比较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吧，我觉得，然后但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心已经打开了，对，就是不会一直纠结说啊，现在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啊，然后动作也做不到以前的那样子这样，然后就一直在那个轮回里面，就是有时候练好的时候，哎，不错哦，有机会，然后练不好的时候，哦，就是一直那种来来回回的那种情绪这样子，对，然后到后来才开始真的就是哦，就放开心，然后就是朝着就是奥运走这样，对。但其实抓举成绩还不错，抓举。哦，因为我们设定开靶是希望可以是0333嘛，那抓举我觉得还蛮不错，是开靶就跟上一次冬奥一样，对，其实这次目标也是希望可以超过自己的记那个成绩啊，上次冬奥的成绩，然后对啊，还差一公斤，好，谢谢，谢谢。然后亚运的时候我忘记带那个乖乖，我带去了，但是我没带。然后那个什么，然后学生说啊，是不是因为乖乖太大包了，就推一点嘛，游泳看了。啊，因为他没发盒子，然后先放在那个毛巾里面。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好。很激动哎，都买了，外国的粉丝要拍这边还是要拍这边 ？OK， 都拍一下。嗯，对，你刚刚已经认真看过他了吗？还没。就是接下来我就看比赛了。哦，明天学妹，明天学妹，谢谢，对。